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张双人解谜的地图。Hello， 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叉子一算哦，一跳就顶到头。这房间好矮哦。叉子一算，我大概7749年没有玩过双人解谜的地图了。这张地图呢，是我在10分钟前在巴哈姆特上面找到了一个叫做《恶乳道关卡》的地图，作者是远人。听说巧克力认识远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骂几道我可以一直顶他的下巴。啊，你有玩过他以前的地图吗？这好像是他的地图设计还蛮厉害的哦，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小难度。啊，你觉得25道关卡，我们今天会花多久的时间把它给破完啊？应该25级吧，大概25个小时。25个，1个小时1级，是不是？有这么难哦？有这么难哦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墙面上的告示牌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好了。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NN， 然后有发现任何 bug 在巴姆特上面的文章可以汇报给他。箱子里面有成就列表，也有一些注意事项。有一个 bug， 刚刚这里有一个蛋糕被一个人吃掉了。啊，我肚子很饿哦。肚子饿不能吃蛋糕哦。这里面有本子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有成就列表跟注意事项。嗯，一人一本，那我看的是成就列表，看一下这游戏有多少成就好了。有一二三，里面各都有啊，里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啊。那你看注意事项，我看成就列表哈，成就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我了。它总共有3、6、9个不一样的成就，都很难念。那它的注意事项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吗？注意事项只用1.1.1.2。不能使用任何材质包，不然会卡关。不能使用任何材质包。然后每关不能要设重生点。好，每一关都要设重生点。然后不要走同一边，就是它好像是我们会各走一条路。哦，有双人解谜的感觉哦。然后旁边有一只狗叫做爱酱，你可以打它一下。真的吗？开心。对，作者说他保证不打死你。真的还假的、啊？真的还假的？我看一下。我怎么觉得你在乱念啊？其他都没问题啊，我们都有设定好。上面明明就写说别欺负爱酱，你看我真的以为要打他哎、欸，原来是他打的，不是我。注意注意，按这里可以开始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Ready?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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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里是哪里？你看这里有更多蛋糕可以吃哦。好，我刚肚子很饿啊、哦，不能先偷吃一点点是不是？这边有两个送分题第一关的地方可以走。我是左撇子，我走左边好了。这样好，我是右撇子，所以我走左边。我代表左撇子的人。喂，哎，过了吗？哦，这么简单。All right， 今天这集阿本手差不多该到这了。这边才是第一关，这边才是第一关，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哎，我这边没有按钮，哎，你那边才有按钮。那我有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先进去，那等你。哦，有吗？有哎，有合作的感觉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按钮，恭喜！哎，好酷哦，5分哎。哦，到第二关了吗？他每次来都是有这个重生点要重新设置。So ga， 那我再重新设置一次。我们会有一起的分数。解谜者哦。解谜吗？协助者，我能够协助你的，我能够解谜吗？我能够担当这么大的重任吗？可以的，我会好好协助你的。好，交给我了，我进来了。哎，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？Hello， 你有看到我吗？看到你在对面。对，我在隔壁。那你那边有什么？我这边没有什么。你很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我需要爱，请给我爱。需要爱哦，可是我不想给你。没有，我只需要爱，可以给我一点爱吗？有按钮，有按钮。哎，按钮应该是要放在在我这，按下去，过关了，哇，2关嘞！看来我们下次就可以完成喽。照这种进度啊，大概在30秒吧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地图全破了。太快了，左边一样是就是我是协助，这一次我当协助者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也想帮忙，互相帮忙，互相帮忙。这一次我进来的地方，我这里有一个，我这边有一个箱子，上面有一个按钮。那我先按一下按钮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粉粉衣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下面好像有打开，再一次哦，没有，你再按一次。哦，有更多的按钮，再按一次，旁边还有一个，再按一次。我这个地方好自闭哦，暂时眼力不错哦。那是成就，那是获得一个成就了。我看一下哦，那是第一个成就，恭喜耶！第一个成就，好，我再多按几次吗？所以他说是可以破坏铁砖。我这里，我有密闭恐惧症，快救我出去！不是我破坏了铁砖，然后也不知道干嘛，救我出去，动你的脑袋啊！你再按一次看看，多按几次，有没有东西啊？多按几下，因为它是狂按啊，暂时打开。没有别的啦、啊，哦，暂时有了，我狂按，有了，按一下，喂，岩浆，八什么什么东西？到底在干嘛？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情啊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超莫名其妙的。要不要颠倒过啊？还是我来解谜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。嗯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下面就是岩浆啊！哎、欸，再按一次，我没跳下去。再按一次，我给你，我也 kill 你，让你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哎、欸、莫名其妙这样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你霸气，关我屁事啊！他按一下会掉到岩浆，再按一下下面就会掉到水里。嗯哼，所以要按两次。OK， 这关我屁事啊！我被烫的稀里哗啦、欸。你知道我从头到尾啊，就在一个房间里面，那个小房间里面就有一个按钮，我从头到尾就看着那个按钮，我完全不知道你到底在攻啥。协助者比较无奈啊。我去当解谜者好了，这次换我来看看。轮流、嗯，怎么又是更多按钮？第四关，我这边只有一个羊毛，我什么都不能按哎、欸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边墙壁上面呢、啊，看到很多很多东西，上面写紫色、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、橙色、灰色、粉色、青色、棕色跟黑色。你为什么不早点抢啊？就这样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很明白它的难度是慢慢的变难还是白色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就换你当解谜、啊、记得踩存档点、欸、对，刚刚忘记踩了。有了有了。好，我这边有一个天坑，我看不到你。嗯，没关系。我这边有个箱子可以来破坏东西。他说：“我该下去了，我要做东西。如果做错东西，就无法帮助你的伙伴，然后就只有你一个人过关。我觉得这样也可以。”那你在讲什么？我这边有个很大很大的坑，我不知道是该跳下去还是不该跳下去。我觉得我跳下去会挂掉，但是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先，反正有重生点啊，你不用害怕、啊。好，那你先做事情。你为什么会得到木头？我这边可以拿到啊。好，为什么我每次当协助者的时候都会在这种奇怪的空间里面啊？我觉得你讨厌、欸、可以过来、欸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、okay. 有一个地方，感觉就是你会掉下来了。对啊，我跳下去给你看哦。Hello， 我可以偷偷去你那边看一下吗？好吧，我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小房间啊，可是旁边有一个房间，感觉就是你会在那里出现。可是我刚你刚刚有看到我出现吗？我再出现一次哦 ，Hello，、嗯、没有啊，没有出现啊。欸欸、你的残缺有好像有掉下来。什么叫残缺啊？是我的断肢吗？对。哦，你有看见我吗？有看见我吗？有看见我吗？有吗？再说一次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我刚刚好像找到下面有个洞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是你要直接摔下来。看见我吗？对，有没有？那是我吗？对你，我看到你，可是你直接是摔死哎、欸。对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救我啊！我想办法救你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救？史莱姆砖，你可不可以做出史莱姆砖？还是你可不可以做出你可不可以做出水？你可不可以做出？你那边有水吗？哦，可以耶！哎、欸，天哪，我这种天马行空，我完全看不到东西，结果你那边有东西，你还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生气！你好厉害哦！天哪！我想过去看一下你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去当个解谜者。Hello， 这里有水哦，你白痴哦！干嘛啦？我刚刚有一些东西可以挖，我就想说挖好之后要怎么帮助你？你是不是？你还有挖到什么东西？我看看啊，就是在烧铁啊，可以做成水桶。烧嘎烧嘎，对，你要捞这个水，然后放在发射器发过去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水桶放在发射器，它就会发射水出去哦。应该是对，会发射水出去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这么厉害啊！Minecraft 菜逼吧，使用我的水龙蛋哦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了，跟我讲一声哦。好，嗯，好了，我捞到水桶了。好，丢进去，射出去。好了吗？啊，我以为你可以先跳下来。你可不可以先射出去？水遁水龙蛋，哎、欸，又喷水了，喷水了，有了。再一次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真的喷了！我知道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你喷出来了，一手，耶、！哇！要按你那边的按钮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塔基，成功了吗？哦、五分！哎、欸，你在这里也可以协助我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我怎么觉得我是受难的那一方啊？上面写说一起当侦探、嗯，一起当侦探，所以是什么意思？记得存档啊！侦探哦，好哦，好哦，那我来当华生好了、欸，你当福尔摩斯、哦，这边好像可以出去啊。你出去吧！哎，你出去吧！你出去啦！我们收过鱼子。这里有按钮哎、欸，我已经不见了。不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发现？这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常说有按钮就去按啊！不要乱按啊！好，那这里是什么？你要按下面这个是不是？我刚按上面。
按上面。对，上面有写一二三四五。上面很显然就是四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这是什么啊？哎呦，这个应该可以按，我猜这是开后面的。哦，那不如你去按按看，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开。没有开，可是下面的沙子有在动哎，你再按一次。嗯，这里还有个按钮，这个墙壁上面这个按钮。回去啊。哦，没有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哦，打开了。嗯，我下去看看哦。哎呦，哦，设计好酷哦。那你要不要按按看沙子，让沙子再动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按一下哦。好。哦。啊，再按一次。有标吗？五，一二三四五的五，它会跑出沙子的图案变成五。那你先放我上去好不好？五是不是？对，五，谢谢。不，再站一次。好，我想看呢、欸。好啊，好啊，换你看，换你看，换我按。来，你先进去。它设计真的很厉害、欸。打开。哦，哎，五哎。对啊，酷哦。你看这机关是不是还不错？这就是把沙子顶上来啊！没有，所以是五。你就是乱按。我怎么知道哦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肚子饿了，就是因为你一直揍，一直揍。好了，一米半，五分。我们刚刚扣了十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很好奇吧？侦探不就是要这样子吗？往危险的地方。好酷的，我觉得这应该交给你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就交给我了。好酷，进去好酷，小老师。跑酷小老，我的图位不在、哦欸、这里好多书 哦。嗯，上面写说什么过不了关点，这里他会扣分，传送到下一关，好贴心哦。你有拿到一些食物吗？啊，我身上本来就有了，所以我吃身上的就好了。哦，好，你那边有一个食物越来越多了。对，你那边有一个神奇的按钮，你把按，哎、欸，有哦 ，OK， 好，嗯，了解，你可以先去按一下前面的按钮，看一下前面那个按钮是做什么。好，应该是那个冰块会推出来。啊，了解了解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嘿，好，放我上去。嘿，小，再来。旁边楼梯，再来。冰块。哎呦，没有跑起来。刚刚磨到墙壁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Go， 来。嘿，小。哦，非常的顺哦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按。哦，怎么跳超过了？一二按。喂，有，来，我上去看看上面什么。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楼梯啊？我这边有一个按钮。好啊。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可以跳上去吗？对，你要先跳进去，先跳进来，然后嘞，你看左下角，哦，一个箱子，里面有一个成就，这个成就是跑酷能手，这是第二个成就，我们都没有漏掉哎、欸，酷哦，啊，然后嘞，获得五分哦，就这样，啊，刚刚旁边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你刚刚对面感觉可以跳的是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是骗人用的吧？可能是个晃点，晃点用的、嗯，有拿到成就，没事，解谜者跟协助，我这次要走解谜。不要再协助你啊！协助你，我这边很多密码。我应该要跟你换的，这是数学是不是？五二四一加九四五三，动动我的小脑袋，先来敬畏。五二四一加多少？九四五三，敬畏。啊，我算出来了，一四六九四。一四六九四，对吗？哦，有这数字，哎呦，正确吗？哎呦，我至少会加法。行啊，当然没问题啊，这是加法哎、欸。换乘法就不行了。成长点，换你当解谜了，换我当协助。来来来，啊、已经第九关嘞、欸。这次考的应该是英文了吗？我这边有好多箱子哦。嘿、欸，造、欸、什么造？你要给我稿子。哦，这里这、啊、我这边有个箱子锁起来嘞、欸，打不开。然后我这边有double 箱，等我一下哦。欸、你有听到声音吗？等一下哦，你看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变化哦。我这边有一个红石的砖头，没有任何变化吗？就是、要 挖掉它。好，那我先给你这个。然后摆在旁边，旁边可以放红石。这个送给你，欸、这个也送给你。哎、欸，我忽然跑出来了，你一直都在我这啊。笑，这里有东西吗？红石一直有机关声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挖哎、欸。我这边有个红石矿，可是挖不起来。你要有信念。还是我这边有一个声音，很奇怪的声音，感觉是红石矿下面的东西。那是啥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不是 bug 啊？坏掉了吗？你丢给我看看。因为它应该要可以挖，你过来看看啊。我要怎么过去看看？这样子。然后嘞？完了。你北气啊！完了。哇！传送！哇！这个啊，那你丢给我，应该可以挖。它上面也写了是可以挖红石矿啊。这里一个洞是什么？看一下哦。因为有木棒跟红石啊，挖了之后把红石火把放在这里。
哦，你是笨蛋哦，要先按右键点亮它啦哦，揍你哦！我哪有人框要先按右键的？你是北京会不会玩麦块啊？一定是直接左键呢、啊。还给你，还给你，帮我送回去。哦、好，放你回去。我要怎么回去不了？放你回去。你真的很需要我、欸。你那边要按一下按钮、啊，它下面刚刚有亮、啊，有吗？有箱子。有箱子吗？获得了一把钥匙、欸，钥匙给我钥匙，我这里需要钥匙。哦，来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还真的是钥匙哎、欸，它、啊、这样可以打，我可以打开耶、欸，成就，成就，把，哇、哦，我拿到了一个一丝不漏的成就，第十关，第十关，这一次换你解谜，换我解谜了，存档，存档，定来了，我这里是，哎、啊欸，我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密码，好，我这里有一个小池塘，然后这里有荷叶。荷叶可以干嘛？荷叶可以放在水上。那我先放上去好了。这边有四组密码，都是分别是一到五。一到五，然后还有什么线索？就没有，就是四组，左边、右边、前面、后面都有，都要输入一到五。左前右后吗？跟荷叶有什么关系？我动一下我的小脑袋哦。跟荷叶方向吗？方向吗？等一下哦，你说左前、上下左右都有，都要输入密码。好，那你试试看。你试试看上岸五，上岸五哦，对，你说的哦，嗯，活按了吗？按了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好，没关系。那又试试看，又试试看二，啊，不，又还没按吧？按下去又拿上来了，什么叫做按上去又拿上来了？好，它是那个拉杆呢。OK， 好，又按一好了。这个是右按一，确定啊？对，确定右按一。答错了，上五右二，左一下什么？一啊，一下也是一，一确定一，耶！换我解谜，好，换我当协助者。你都让我们扣分啊？我怎么知道哦？很难呢。Hello， 我看见你了。我这边，哦，你那边。好酷哦！我不知道该不该踩，要去踩了就扣十分了，我不敢乱踩。别乱踩，别乱踩！我这边要用你的那个踩一踩，它就会把沙子推出来啊。所以我要踩还是不踩啊？我是要踩还是不踩、啊？往我这里靠，这边算是左边。我踩一个了，我踩一个了。左边的最前面，左最前没有东西。在另一个，往右一格吗？对，往右一格的最前面。对，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嘞，然后刚刚那个，然后刚刚那个，对，然后嘞，右三下一，右三下一，这个，对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右三上一，右三上一，这个好，我开始懂你的数学了。再一次，这样子，有好，然后就是最右边那个，最右边的哪一个？右一上二，右一上二，好。再一次，再放开，下去吧，啊、有了 ，OK 吗？是不是？要理解你的逻辑真的很难呢、欸。哪会？这帮我当解谜者，第十二关，总共二十五关，是不是啊？好多哦。十二关，我这里有一个箱子。你那里有声音哦。哎、欸，你再按一次。好，这边有箱子，打十磅，打十磅，打十磅是做什么？他的名字叫做打十磅。我只听过打狗棒。可以来打红石粉。红石粉，我这边有红石粉，我打掉红石粉啊、哦。那我这个红石粉要做什么？然后嘞？然后嘞？哦，嘿，哦，有了，哦，这边有个按钮、哦，你呢？有、哦，我关。就这样，easy， 难度真的不是慢慢变难，是难时简单。十三关，迷宫跟协助，我这个人还是当局外人好了。好，我去外面看看。啊、哦，你有办法引领我吗？我这边有好多蜘蛛的巧克力，感觉很好玩哎、欸。我有拿到一把斩元剑，斩元剑吗？好，你往前走。哎、欸，我会黑帮吗？好，往前，然后哦，我看看哦。你一直走，这样前面有一只蜘蛛哦。有底丢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蜘蛛这边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你先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哦。往后走，对，转弯，嗯，直直走，哎、欸，转弯，哎、欸，对，再转。再转、啊、，OK， 很好。左边有蜘蛛哦，小心！你的左边，左侧，喂，中他，好，倒退路，他跑到世界外了，不要理他。倒退路有箱子，哦，还被锁上了，被锁上了，嗯 ，OK。我们可能先记住这个点，等一下应该有办法可以过来。好，
啊，我说钥匙在哪里？好，那你再往回走，等一下哦。对，后退后退，往回走，后退，对，巴库巴库，对，然后再巴库巴库巴库，好，继续往前面走吧，直直走，对，然后对，直直往前走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只有一条路而已。又恐怖哎，滴丢滴丢，走滴丢滴丢，好，他跑到世界外了，然后转弯转弯，直直走直直走，不要转，好，这里，别别别，忙忙忙忙忙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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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直走直直走 ，OK OK， 好转，嗯，又是滴丢。哦，他攻击我！别怕，别怕，没戏，没戏，继续走，就一条路而已。然后等等、哦、等等，因为再往前走就是终点了。可是终点不会有钥匙吧？会不会在那里啊？啊，左转，我猜是那个地方，那个是我的界限视角，对对对，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嗯、左转，再左转，有东西吗？哦，又是一个箱子，有一个钥匙。果然，界限视角藏在这里。聪明，聪明，揍他，揍他。好，再回来。有什么吗？没了，没了，那边就是回去了。哦，你可以直直走。对，这里对，直直走，右转再右转，好，再右转，再左转，左转，哎，直直走，哎，直直走，直直走，就一条路直直走，然后等下右转，这边是超坑的，然后左转，再右转，这里右转，右转，对对对对对，再右转，只有一条路而已，直直走，直直走，可以的，然后再右转，走到，哎，对对对，回来了，没有没有，那是回来，那是回来，我看，这是回来，看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完全坑了，右转右转，哦。回来了，钥匙哎，打开了成就枝叶相持，哇、哦，是不是？你是枝，我是叶、哦，每一个成就都有拿到哦。有哦，有哦，好，右转，右转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那里，哎，对，直直走，左转，再左转，再左转，再直走，再右转，只有一条路，直直往前跑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左左左左左，哎，左左左，哎，直直走，再不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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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了，我看了。右转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OK， 好，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有个猪，走他，走他，左转，左转。OK， 好，只有一条路而已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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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等下右转哦。好，右转，再右转，再右转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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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回回，直走，对对对，有蜘蛛。底都，走他，走他，直走哦，直走到底，右转。结束啦！哇哇，外面终于亮了。哎，他怎么回去？稍微偷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酷毙了！五番。45分了，哎呦，第一次换我当解谜者了，没问题，都摇吧，都摇，嘿小，希望你也是走迷宫，不要，不要再，Hello， 为什么我们在同样的地方？不知道哎，这里有一个那个按钮，哦，这团圆要起来了，哦，端，哦，你去哪了？我叫你，有没有类似跑酷？跑酷吗？好，交给我了，好了，端，哇，再一次，我知道了，端，哇。你要断线，告诉我一声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要再断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给我揍你、啊！我只想看你断下去，快被你摔死啊！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一二断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上面有什么？上面是迷宫啦！迷宫？对，我看一下哦，好乱哦。这边有，哎、欸，这边有石头、欸，哎，感觉需要用十字镐才能够敲爆、欸，哎、哦，然后还有木头、欸，哎，然后嘞，再往前走嘞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，哦，这边有楼梯、欸，哎，这边下来嘞、欸，我到另外一间嘞、欸，如果你做错东西的话，可以点这里，哎、欸，你看我、欸，我看到你了、欸、，Hello， 这里可以打开，喂，一手，我都把材料拿到手了，换你好了啦，好不好？那给我材料，按钮。我不知道按钮可不可以放上去呢？做出来的东西可以放上去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这是要那个啦，这是压力板，压力板。那我们做得出压力板吗？对对对对，两个啊，两个。放上去哦。欸、哦，放上去，放上去。有，打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在合作。所以他给我们石头干嘛？可能在下面吧。糊弄我们的。我要打开了。好，卡机。下去。发生什么事吗？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按上去应该，哎，哇，过关了！哦，那石头是来晃点的。哇，这边响个老半天，好坏哦，远远哦。Alright， 今天这集阿班长差不多该到这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地图总共有25关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破了多少关？14关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好不好？超过一半了，我觉得后面一定会很难很难。所以如果爆本还想看到下集的话，别忘了可以按下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继续把这个双人解谜给破完。那么我们下集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！揍什么揍？揍你哦！